痛啊！脚吗？车停在这里是怎样？这里可以停车吗？哇，可以啊，我先停你啊。好。怎样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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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五百一十怎样？惹到你？惹到你怎样？怎样？看过我怎样了？啊，你停车停这样怎样了？对啊，不行啊，影响到用路人。检举啊！赶快检啊！好啊，回去检举啊！你打我啊！你试试看，我在录。我在录，你录啊！我在录啊！你打我试试看。我知道你在录啊！那你打我啊！不要紧张啊！录啊，赶快录啊！好啊！你检举啊！这边不能停车。你我怎样？你记起来啊！可以。怎样啊？你停在这边又怎样？快点啦！我们叫警察来，好不好？是啊。好，我们叫警察来。你不要走啊！怎样？我们叫警察来了，不要废话那么多。那是黄线，你这里是红线，我们不要吵，叫警察来。都不要吵，都不要讲话，你不要动手哦，你不要动手，先生，你自重哦。我们叫警察来，看谁是对的。我们叫警察来，我们叫警察来，你不要走啊。你不要走啊！我们叫警察来，我去备案，我下去备案。你不要走啊！你不要走！你不要走！你不要走！我没有检举他人，这也是不对的。